臭弟弟，这下看你往哪里跑，快跟我回家通下水道。哼，谁踢我屁屁？有人来，英雄就靓仔了吗？你就是收破烂的兔十三是吧？你是谁？想干嘛？我吗？人送外号悍匪阿强，说吧，要留下哪个地方的灵界？你们想干嘛？难道看我长得好看想劫色？臭弟弟快保护我。听，恭喜宿主捡到小姐姐一枚，触发特殊奖励，可选择一葵花宝典一本，学会了可以像螃蟹一样横着走，选择二小卡拉米兽一圈，请宿主尽快选择。葵花宝典啥玩意？不学系统可以不选吗？因为特殊奖励缘故，不选化系统和宿主就会被毁灭。他喵的，特殊奖励还有这危险玩意，真是机遇和危险是并存了。这是逼着我学习葵花宝典呀，可是学习条件实属接受不了呀。学习了我的小气静静怎么办？系统，我决定了，我选择二。恭喜宿主小卡拉米兽一圈。这个老六我真的服了。小子，你决定好了吗？要留下哪条腿？不然第三条腿怎么样？我去，刚保住你又来，他喵的，你们怎么都这么坏呢？上，废了他，一个收破烂的还没资格让我出手。系统救命啊，我 BBQ 了，你也得 BBQ 呀。他目标是废你一条腿， BBQ 不了，放心。小子，你不讲武德。我都还没通下水道，你们就想要他的第三条腿，你是想气死我吗？哼，你们都给我走开。好漂亮呀，是心动的感觉，都给我住手。那个小姐，可以请问你叫什么吗？我叫阿珍，你想干嘛？我叫阿强，很高兴认识你。阿珍爱上了阿强，在一个有星星的夜晚。你谁呀？谁要认识你？你们刚才还在欺负我臭弟弟呢，本小姐很生气。我得想办法解决这尴尬的局面。对了，阿珍，其实我是你这个弟弟的大哥，对吧，小子？你敢说不对就废了你。你是在威胁我吗？不对，我没有大哥，只有小弟。我现在开始就是你小弟，大哥，请收下我的膝盖。啊！我去，你这变脸速度比翻书快啊，演员吗？丁，恭喜宿主捡到小弟一枚，获得武功秘籍降龙一巴掌，目前小弟忠诚度零。假小弟吧，忠诚度零，最少也要一样。啥情况？强哥变成小弟，说好的要背背第三条腿的人变成大哥大了。既然你现在是我小弟了，就要听大哥的话。说吧，你为什么要对付我？有人出钱要对付你。别人说出钱对付我就对付我呀，也不问问你要对付的人，你惹得起吧？我是你惹不起的人，知道吗？我问了呀，说就一收破烂的呀，你看你也是，确实是收破烂的呀，没钱没事的。也是哦，我确实是收破烂的哦。对付我给你多少？10万。我就值10万吗？也太看不起人了吧。哥身价目前至少也几百个亿吧，手机拿出来。现在收破烂的都这么爱装十三吗？丁，某宝到账20万。这老大这是干嘛？给我小弟买茶喝。一个收破烂的给小弟买茶喝就给20万，太疯狂了吧。丁，恭喜宿主小弟阿强忠诚度增加20点。哟，还能这样操作的呀？怎么太少吗？丁，某宝到账50万。咋地，还没反应？不震惊吗？看不起老大吗？丁，某宝到账100万。不是的，老大，你永远都是我老大。那个傻叉玩意既然让我对付老大，啥玩意呢？丁，恭喜宿主小弟阿强忠诚度增加40点。哟，这么快就60点，投资到你的身上，希望不要让我失望。现在收破烂的都是大佬吗？眼睛不眨一下就扔出170万，这也太疯狂了。以后加上一条，遇到收破烂的不能惹，指不定就被钱扔死。阿强，来这本降龙一巴掌给你。老大，你还有这东西啊？你老大无所不能，好好干，亏不了你。臭弟弟，你太帅了，连悍匪都成你小弟了，这下该帮我通下水道了吧？阿强。老大，我在，有什么吩咐？你会通下水道吗？会，老大，我会的可多了去，通下水道，修水龙头，装点灯泡，样样精通。给老娘滚一边去！臭弟弟呢？臭弟弟，别跑呀！老大，阿珍，等我呀！